其实哦，这拢是哦，
迄个雕塑吼，重点是讲啊，放在吼迄个心吼，一心就对啦。如果你的心咱所想的吼，那么心咱所做的吼，言行举止若无符合即个自性的即个吼，咱自性分的迄个规范，啊，就是讲自性分伊本来是具了的吼德性吼。无依照即个德性吼，啊去行事作为，嘛安尼吼，那安尼讲个吼，哦，如果来当照安尼做，吼，这就是佛的行为，这是背离合格的。那么相反的，如果呐无照安尼做，这就是背格合行啦，这就是众生啦，啊就是魔啦。所以修行学道，无非重点就是讲。放在咱如何在日落时了，咱来知影人关关自照，迄就是修行的第一要义啦。哦，那么接落来吼，这就是咧讲吼，迄落金刚经吼，迄落就是咧讲咱的自性嘛吼。那么后来伊才讲吼，讲修文吼，将何所来起出经典。客文五种依酒圆圆观东禅师来，哦，那么就是安尼，搁再继续，哦，继续来甲问啊，哦，这个金刚经，哦，这个金刚经，伊真正的意义是对的，哦，那么咱讲金刚经，其实金刚经真正的这个名称就是。金刚法界菩提明经啦，金刚法界菩提明经啦。啊，金刚就是咧讲啥？哦，就是咧讲哦，出于理明端啦。哦，金刚金刚的意思哦，就是讲哦，伊咧讲哦，出于明端啦。那么明端是啥物意思？哦，那么伊种哦有两个意思就对啦哦。明端，那么明端是要端啥？哦，那么咱这个迄个本性哦，本来是圆陀陀观陀陀的物件嘛，哦。所以吼、哦，你爱在环境受着欺骗、侮辱，吼、哦、啊，吼、哦，受着欺骗、侮辱，吼、哦、啊所变，所以呢，吼、哦，咱爱弃之不顾，还之本有嘛，吼、哦，弃掉咱本来所无的物件，那么，吼、哦，弃掉咱本来所无的物件，恢复咱本来所有的物件，所以讲会当断，无非就是要断。咱的哦，离凡尘哦，所具有的哦，迄个酒色财气哦，贪嗔痴啊，这物件就是这迄个斑毛嘛，啊灰哦，吼、哦，咱本来所具有的，所以哦，这个断啊，就是坚啦，就是一定哦，咱一定要有一个坚持哦，咱的心一定要有一个坚持就对了哦，坚持在咱立脚。哦，立劫以来就是吼，百劫千辛以来吼，哦，伫这个六道轮回内底，哦，咱的这个觉性，咱的觉性不坏了对啦，哦，咱的这个自性吼，永远吼都袂叫暗暝了对啦吼，所以吼，咱一定爱有坚，所以讲吼，伊有两个意义，就是坚甲毅啦，
啊，所以如果你来当坚持，来当安尼，会当起一本无关之本样，从咱迄个自信，哦，圆土土、方土土迄个自信，甲修好即个圆满，那安尼呢，哦，伊会当会照见所有一切的即、這个的即个法界，哦，就亲像太阳同款啦，哦，伊会当哦，伊会当哦照射所有的即个宇宙，哦，会当呢，哦，会当哦照顾即个哦所有一切的即个万物，会当呢突破咱。诶，即个、迄个无形中，人讲无为而为，无所不为，哦，达到啊，即个，哦，即个境界就对啦，吼，哦，所以讲哦，金刚这两字，无非就是咧讲，哦，咱人诶，即个真如本性，哦，那么即个真如本性，就是中庸所讲诶讲咧，哦，明明点在亲民，哦，在知人之先，所以，哦，会当明明。明明德就对啦吼，哦，天明中庸讲说天明之为善，哦，那么耶稣圣人所讲的讲呢，哦，你这个心格，哦，诶，迄个真理，啊，加呢吼，国性不殊，哦，迄个国性就对啦吼，所以哦，金刚这两字无非就是咧讲，哦，就比如讲咱人的这个自性，那么法界，哦，法界就是咧讲人。那么妙智慧，所谓智慧，哦，伊是具有了，哦，五种的阶级，哦，五种的阶级。所以讲哦，智慧有分作初世离天妙啊，哦，那么伊本来哦真正的含义，这个金刚经，这个金刚本来的含义，啊，就是，哦，咱所讲讲啊，如来这个心法。哦，如来心印大法啦，哦，这无非就是咧讲迄个如来的迄个心印大法啦。那么心印大法就是讲，咱今仔日会当哦，互咱咧得到道，咱来去体悟的。如果哦，咱今日无得到，哦，咱根本都唔知影讲，啥物叫做如来心印大法，哦。大家吼，拢受命书一字，一直庄严位，万超哇，会当呢得超然就对啦吼，哦，万法得超然吼，所以讲吼，所以讲咱一般咧讲，这个生命大法，这就是法界的最上乘法，这个叫做妙智慧啦。所以讲咱讲，迄落法界有三个要义就对啦。那么咱讲哦，用这个文字法则哦，和咱表象的这个用这个文字去解解说，会当去了解，在咱的内心当中哦，你会当来去关照你的内心，用内心会当达到实相法则。所以呢，比如文字法则，还有关照法则，有实相法则。所以讲哦，这个法则，这个法则哦。哦，真正所讲来讲呢，你讲咱的自性，你讲咱的这个妙智慧。那么呢，过来就是你讲法界都得力得掉了。好了的意思就是讲。时间就对啦，哦，时间啦。好，波罗就是咧讲时间啦，阿弥就是咧讲到时间啦，已经哦要达到迄个时间就对啦，达到迄个涅槃的这个境界。就是会当达到超生死脱轮回的这个境界，哦，的这个利益啊。所以讲哦，由初缘要达到彼缘，
啊，就是为东土要达到呢西方极乐，那么这个东土就是呢有生死，啊有呢有苦厄，啊有烦恼，啊有危险，啊有足济足济，所以讲吼、有足济这个烦恼甲苦恼，由这个处境，咱来呢吼，咱讲讲吼，来成这个法界，就是讲吼，来坐这只法界处就对啦吼。这只法界处会当予咱度过吼，超生死，度过这个生死苦海。那么呢，达到呢吼涅槃，就是达到会当呢超生死脱轮回的这个理解吼，理解的境界。这呢，叫做金刚经就对啦。所以讲那么呢，伊了解以后，那么伊进一步带来讲呢，带来问这人客听讲，那么从何所来啦？起处经典啦，我从宇宙无外观当下时而来啦，那么。伊搁再继续甲问讲吼，你是为对一个所在来啊？那么较有这个经典呢？予咱下当呢？去体悟啦吼。那么我是为伊搭开始讲吼，我是为这个宇宙无外观的这当下时来啊。那么这个时内底就是五祖嘛，弘忍大师。伊伫遐咧，时常咧劝化，咱遮个庄严道上，来咧，但持金刚经，即自见性，得了成佛，所以讲伊讲，你即、這个，咱讲即、這个，我是对即、這个，即、這个宇宙无外观当上师来啦。那么哪里讲起啊？这个东禅师，这个东禅师就是迄册内底吼，伊所讲来讲吼，就是离迄、那个宇宙的迄个圆外观，就是乌北线嘛吼，乌北线，这个圆外观的这个所在。那么呢，慧能呢，伊是住伫这个广州啦，广州岭南，的这个所在啊。广州岭南就是规南要到湖北省，迄是总呢。有当时啊，可能讲咱若要载人来上班咱用车咧人载咱都搁不一定要来啊。咁着，何况搁讲1200公里，讲要搁去啊讲为着收获，要去迄落放弃所有的一切，讲起来这男士，伊男士有无同款的迄个，唔是欢迎所以会当达到的就对啦。
所以讲吼，吼即句吼，就是讲奉行金刚经，吼、哦，所以金刚经的意思，吼、哦，无非就是咧讲咱人的这个本性，哦，那么咱人的本性本来就是圆坨坨、方坨坨的物件，那么落在凡尘是个起变所苦，不了所变，所以呢，咱吼煞变呢。哦，爱来修持，哦，啊，修持要哪达到？哦，要哪达到？哦，这个本性伊所具有的迄个德性的存在就对了。哦，所以哦，这个就是讲要达到，哦，咱这个经书内底所讲的讲啊，达到无量无宗，哦，啊，无常为体，无住为本，哦，这个哦，就是哦，所有一切。拢达到无量无上无住，就是达到呢性空，达到呢实相，哦，带咱进入了佛的境界。所以讲无量，哦，六因感六尘生出六色，哦，所以讲一切的这个定境内底，哦，以这个境相，哦，以这个定境内底。哦，咱爱修持到呢，哦，爱哦，达到无量啊，哦，就是无生心啦、啊，对人呢，哦，一切哦，拢爱呢，哦，达到唔定无生心，刷来去呢，爱个无常，哦，以无常啊理想，哦，甚至讲。达到的无助，哦，无论你世间，哦，的这个善恶破坏，乃至讲一切的，哦，这个完全，哦，拢无这个妄念就对了，哦，所以呢，要修到呢，你的心会当达到清净，达到无为，你达到空的境界，哦，由空达到讲无你我，哦。诶，迄个三无虚空哦，但咱进入了真空的这个境界哦，所以讲哦，阿佛啊，讲到从咱指出了啊，如果你这样讲了无好话，我们为咱领人嘛哦，啊咱组长甲组前的大家等下，我做一个哦啊提示啦哦，阿佛呢就讲到这哦。